一年365天，每一天跟您分享一个乒乓球的小诀窍。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黄河教练。这一集给大家带来的小技巧是如何去处理对方过来正手位又低又转的球，也就是说对方的质量非常高，他有弧线的质量是低，他又转也是另外一个质量。这种球我们通常业余球迷去处理的话，如果我们是这种站位去处理，这种球是十不拉九，是下网的，因为转。所以说我们在处理这个重心一定要顺势往下一点，这样子才能制造一个合理的弧线，这个是关键。那么在处理这个重心下去的时候，跑到位的时候，看我们的身体往下压一点点，这个重心出来的时候，一出去的弧线就非常好了。如果你还站着去处理，或者说是没有重心往下这样子去打的话，那是非常容易失误的。如果听到这里您听懂了，给黄河教练一个点赞、关注、评论、转发，谢谢您。每天晚上8点半，我们都在直播间跟大家去讲解乒乓球的其他技术，欢迎您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